餐饮船底钢梁这样一个打捞方法呢，这是在我们打捞方案当中是最关键的一个技术方案。那么实际上这项船引船底钢梁这样一个技术在世界打捞历史上也是首次应用。我们接下来有两个关键的动作，第一个就是要把剩余的尾部的八根梁穿到位，是要一根一根穿的，还有船头的千斤，我们叫过底钢丝的也要到位。这个准备工作做完以后呢，就进入第三阶段的整体起伏。